子苑奇趣频道。我是你们的导游 Amber， 欢迎大家参与今次的艾巴西游。我们现在来到最出名的热带雨林亚马逊雨林。哟呼，这个旅程有什么看的？是不是好像乐园那个河流之旅啊？类似啦，是一样更精彩的。今次旅程会见齐海陆空的动物，你们准备好未呀？ Let's go！ 哇，这么大只猫嘢，你真是幸运啦，它是热带雨林最出名的美洲豹，它都是猫科动物，不过它平时都是夜晚出门。我们现在早上见到它真的很幸运啦。咦，为什么亚马逊这个棕麻白海豚的？这位前友真厉害了，它是中华白海豚的亲戚亚马逊河豚，蛙名是河豚，就是在河生活的，而中华白海豚就是在海生活的。亚马逊河豚有啡色、白色和蓝灰色。对呀 Amber， 你又说是海陆空的，陆地有美洲豹，还有亚马逊河豚，咁空中呢？咦，你哋睇下嗰只系？呢只头上有皇冠嘅叫做蛇子，佢平时休息嘅时候会企喺陆地，佢搵食嘅时候仲会飞，佢受惊嘅时候仲会跳入水添。今次仲满足晒海陆空嘅三个愿望。你哋啱啱小息去咗边度啊？我哋啱啱去咗巴西游，我哋啱啱去咗热带雨林啊！嗰个雨林系巴西亚马逊雨林啊！不如我哋去睇啦，去 YouTube 睇我哋条片就得啦。我哋今集好唔好睇啊？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，赞好同分享，我哋下集。